装，不懂他为什么这么装啊？没装啊？来我嘛，来嘛！你是警告，警告对吧？我在警告，我要倒六了。哎，对面泽拉斯为什么乱玩啊？在我们正在前进，这牛头能不死啊？没道理。哥巴泽拉斯在乱搞，哎，被电麻了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，亚飞！哎，暴击了！真的假的？我要准备开偷了！啊，我红温了，等一下。OK。哎，我被吊死了，好准啊，哥们！这杀不掉吗？哈哈哈哈！哎，那么换个正常人杀完了，这不？哈哈哈。哎，六百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好事！找错吧？哎，他怎么这么厚的盾啊？哎，他有挂，这泽拉斯怎么几千的盾啊？看到了吗？他为什么七百法强啊？哎，这泽拉斯有挂，泽拉斯七百法强。哎，我买这个有没有啊？我也想买。我操，他赖耍赖！我要他妈开挂的！哎，被秒了！这泽拉斯刚刚那个盾他妈几万的盾！哦，我看看那个盾一触发血反。啊，亚雷妈大乱斗都开挂！没事，把他举报了，把他举报了，打完直接举报他。我测他妈，他七百多法枪，八百法枪，又多了一百法枪。哎，得先杀他呀，怎么办？杀他！别！我操！他那个猪大皮打不动他，有赖狗。哎，他好像被封了，他没出来了。他只是没走这么快吧？啊？怎么玩？两个技能我就死了。哎，我点了不让他耍。我操！我操！赶紧出去把我的发！我点了，我也点了呀！啊！妈的，怎么玩啊？1500把枪了！哎呀！哎，把他举报了，赖皮狗！
啊，他妈开多伦多都有外挂啊，现在。举报！举报！举报！哎，举报在哪？作弊！玩不了，电我一下1000血。